部落里面最大的头目的歌，他也是这个部落的那种战歌，宣扬我们多么强大的一首歌。然后他有分坐唱跟就是独唱的，然后我就用那种就独唱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是听到是来自春日乡西家老七家部落，类似王族的歌颂了，对。对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带来是属于台湾族北排，我们有分北排、中排、南排。那我是属于北排的，那我要带来这首阿六来自北排的一首也是王族颂，对。那你们可以听看看。我们的歌曲完全不同，对，还有唱歌方式，对，转音也不一样，北排都比较花，我们比较硬，哎，对，都很硬哦。好，就带来就是阿六斯。Yeah!